饭店呢，都是超五星、超六星的饭店，非常高级。啊，他们邀请我去讲一堂传统文化的课，所以当天晚上我就住那个 very very 高级的房间。哦，结果呢，整夜睡不着，我就知道人要认命。没有那个命不能睡那个床。哎，后来又有一次，还不是一次证明而已哦。还有一次，我到槟城去分享，结果因为那个饭店的老板，他很喜欢传统文化啊，所以知道我们去分享，特别高兴，开了总统套房给我住。一个人住啊，睡到半夜一两点了，还是辗转反侧。最后呢，我跑到佣人房去睡，就睡着了。哦，所以啊，人还是不要太相似啊，人还是要认命啊，像我挺认命的啊，因为。有一句话叫我们闽南话说呢，这苦的拖，这狼的我啊，翻作普通话的意思呢，就是做人呢、做牛就要耕田，做人就要磨练啊，这苦的拖，这狼的我啊，那我是人又属牛，我一定爱拖磨啊。我一定是要经得起这个锻炼磨练，要吃苦耐劳，才是属牛的样子啊！你们有看过哪一头牛去跑SPA的吗？啊，跑三温暖吗？你有看过哪一头牛去吹冷气的吗？没有吧？所以人人命好，哎，好，哦，所以。我们传统的俚语啊，甚至传统的成语、传统的词语，甚至中国的文字，都含涉人生的智慧在其中。比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句子啊，颓废之感。家到难成啊，大家读到这一句经文，有没有想到哪一个成语啊？自甘堕落啊，那就谁
气哦，不可以吃更多了。拿回来我们刚刚讲的还有吃呢，不只是成语开人的智慧哦，还有吃。我们看刚刚跟大家讲的没有那个福报啊，不要乱想。俗话说不要想吃福，为什么福跟吃合在一起？因为啊，人一享福之后啊，就会觉得应该的、理所当然，就会不知道啊，知恩报恩，饮水思源。那不知恩报恩的人，这个人不是很愚痴吗？连做人的根本都不懂啦。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时代，物质生活非常丰沛，但是人越来越不明理，越来越愚痴。因为啊，福是顺境，能享顺境的人，除非他有非常正确的人生态度，就是感恩的人生态度、勤俭的人生态度，不然他一享福铁定堕落。所以没有智慧的人享不了福，所以我才跑到那个佣人房去睡觉，因为我没有那个定力。所以瞬间抛开看，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都在享福，现在人的素质啊一落千丈，瞬间淘汰人，逆境磨练人，遇到一些考验困难，反而增强他的意志跟勇气。我们说话要讲不知好歹啊，其实好歹我们不见得分得出来哦。你比方说，逆境反而是提升自己哦，逆境有好处哦。我们闽南话说，吃苦当作吃毒药哦，也加苦你敢动这加不？这个在治好歹哦。啊，那世间的人都觉得富贵很好哦，事实上他不知道事情有很多面呐。所以现在越有钱的人，吃安眠药睡觉的比例比较高。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一个农夫吃安眠药睡觉的？没有吧？对呀，所以又有一句词语要教会我们了，叫家累哦。什么是家累？你房子很多，你股票很多，你一大堆东西啊，每天在那里烦恼会不会贬值啊，要放在哪里啊，每天想这个就想得烦死了。又有谁要给我借钱啊？我那是第二个儿子还是第四个女儿，又要来找我麻烦啊？那不是家累吗？所以知足常乐啊，家财万贯，日食三餐啊，每天只吃三餐。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一个人很有钱，我偏要吃六餐，要你管？好啊，那他吃六餐，最后肠胃一定出问题。所以再有钱，其实你也花不到多少钱。广厦千间，夜眠六尺。你房子有很多间，十几间，晚上你睡几间？就睡一张床嘛。有没有人说，我就是房子多，要你管？我晚上十一点睡第一间房子，十二点睡第二间，我就要告诉世人我有的是钱，他绝对啊脑神经衰弱。所以其实大家冷静想一想，人的一生啊所需要的物质啊其实并不多。训练孩子知足常乐，勤俭持家，不要把他的人生变成追求欲望的人生，他就变欲望的奴隶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奴隶的方向不
对了，现在的孩子还没有赚钱呢，就很会花钱，然后信用卡好几张都刷爆掉了。哎，那其实我们的孩子养成这样的习惯，障碍他的一生哦。哦，所以欲望越少，越没有累赘啊。哦，然后呢，他的人生就觉得最重要的是智慧灵性的提升。哦，他就有成长的喜悦，学习的喜悦，又知道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助人为乐，为善最乐。现在人不懂得这个态度，不止不助人呢，常常跟人计较，常常跟人对立啊，他的痛苦就很多了。啊，所以幸福跟快乐还是痛苦，往往是一个处事的态度决定了。啊，走出来的人生可能是天壤之别了。啊，那大家看到是智哦，那智也是长智慧。我们说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所以人说的言语叫信，所以不守信用讲出来的话不是人讲的话，所以人只要讲话不守信用，那讲话的人就不是人喽，是吧？人言才是信嘛，不守信用那就不是人讲的话了，自己就没了人格。所以凡出言行为先。好，那谈了这么多的字词成语，其实让我们更感受到什么呢？老祖先呢对我们的恩德，用这么多的方法来增长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的人生少走弯路，少走冤枉路啊。啊，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颓废之感，家道难成，让我们想起了自甘堕落，自暴自弃，自掘坟墓。那这个自己要堕落啊，就是俗话讲的扶不起的阿斗。这句成语大家都听过啊，请问阿斗是谁？刘备的儿子，这个叫考历史。考历史，这个叫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学传统文化就不是听标准答案而已喽，学传统文化是什么？心性之学，是启发我们的悟性的，提升我们的智慧的。所以扶不起的阿斗嘛，请问谁是阿斗？堕落的人就是阿斗啦，不肯自立自强的人，自己放弃自己的人就是阿斗了。哎呦，那很可能是谁？你们都没反应了，自己呀，你们没反应呢，请受我一拜。为什么？你们的人生都没有堕落的时候，不得了。你们从小就这么成熟，这么懂事，啊，随时都是勇往直前，都没有消极、沮丧、堕落的时候。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好，啊，知气者天气，
自己能够自我期许啊，能够啊自求多福，那他会感得非常多的人生贵人、人生的祝愿哦。所以其实谈到这里啊，人应该有所感悟，就是人这一生啊，所有的因缘呢、啊，是自己的心感召来的。哎，比方说，假如我们贪恋很重，有可能呢、啊，会被诈骗集团的人骗了。哦，比方你们有没有遇过啊？你们前面走了一个人，突然一包东西掉下来，上面是钱，哦，然后好像一捆全部都是钱掉在地上，哦，那个，然后那个人就跟你讲：“哎呦，是谁的？”我们两个到旁边去分。哎呀，我看大家的表情，可以感觉到马来西亚的治安非常好。哦，这个诈骗集团在马来西亚很少遇到。哎，很多人遇到这个人，他没有贪念，他马上赶紧走，他就不会出什么状况。有些人起了贪念啊，哦，这真的。跟着要去分钱了，可能就遇到不好的机遇了。哦，所以人只要没有这个贪念呢，这些不好的因缘不可能呢会出什么意外的。哦，所以凡事自己人生遇到的缘分呢，还要反求诸己。哎，而在成语当中呢，这个提到自己的这个自知的成语非常多，好的非常多，坏的也非常多，所以好坏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我们刚刚念的是不好的，现在念好的，自立自强，自动自发，自求多福，不也是自己创造的？那我们现在怎么来转变这个心境呢？我们面对一个面对自己的自甘堕落，或者面对朋友的自甘堕落，我们怎么来帮助他呢？怎么来帮助自己呢？我们之前呢跟大家一起交流到了凡四训的课程有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呢，是改习为立命之计，改变不好的习惯、不好的心态，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自甘堕落的情况呢，很可能是他有放纵欲望的态度。比方从朝代来讲，夏桀、商纣他们是暴君，末代的皇帝，其实他们在位的时候，身边有很多圣贤人，可是他们不用，他们不听他们的劝，并不是身边没有好人 所以他放纵欲望，不能够接纳别人的谏言，所以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不幸的时候、失败的时候，都会说：“哎呀，上天太不公平了！哎呀，都没有人帮助。”这叫怨天尤人，这样的态度叫罪加一等。为什么他这么怨天尤人把
老天爷都怪进去呢。把身边曾经帮助他的人、想帮助他的人全部都否定了，还责怪你。那我们看，光是这个念头折了多少福。哦，所以有一句话叫片言折尽半生福，就一个人讲一句话把半生的福报都折掉了。那请问大家，有没有可能一个念头把半生的福报都折掉？有，就是怨天尤人，不感恩哦。人不知恩啊，就没资格做人哦。不感恩父母，不感恩国家社会的培养，这还能算人吗？哦，所以《德育年篇》里面有一句话叫“节中尽孝，为罪人”，啊、哦，治国兴邦，为之学，安危定变，为之才。一个人不懂得孝忠国家，孝忠家庭，啊，孝忠他人，又不懂得回报父母的恩德，这就不能算人了。我们常说乌鸦都知道反哺，羔羊都知道跪乳，那畜生都懂得知恩报恩，怎么我们人不懂？那怎么还是万物之灵呢？治国兴邦，为之学。所以学不是学历，学是真实的学问。什么是真实学问？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叫学问。啊，古代十八岁的人能当县长，他学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请问大家，现在十八岁可以干什么？参加演唱会啊，差很多，学的东西不一样咯。哎，你看古代教育，那个东汉皇相九岁，动辄问下则见我，啊，陆举，陆机怀举六岁哦，看到橘子就想到妈妈最喜欢吃啊，要带回去给妈妈吃，啊，这么小就这么孝顺，一孝作忠，所以为整个国家民族着想啊，哦，那安危定变为之才。家里面出现变故，团体出现变故，他能用理智、用智慧把它稳住，啊，跨过家庭跟团体的这一次危难，这个才叫做才能呐，而不是表演给大家，那鼓掌完就叫才能呐。哦，所以古人您看这些见地啊，我们看一看都觉得。现在那些才能学问呢，很可能叫花拳绣腿啊，可是却可能花了我们一二十年的人生的光阴，却不学不到真正的才干，真正的学问。哦，好，所以现在有一句俗话叫世风日下，人性不苦啊，人性啊是教化出来的，哦，所以我们呢，啊，还是要很珍惜啊老祖宗的教诲，啊，五千年教育的智慧，五千年教育的理念，啊，五千年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经验，还有教育的效果，代代都出圣贤。我们现在为什么遭这样的难？家庭里社会问题很多啊，因为不学老祖宗的教诲了，学的是功利啊，上下交争利，国威呀，国家都在争利呀，
家都在争利啊，儿子跟父亲争几枪钱呢、啊，兄弟告上法院呢、啊哦。所以从小增长孩子的功利心，这是毁了他的一生的、啊。但是现在全世界都强调功利主义啊，甚至有很多地方幼儿园就开始教竞争了。那这部《论语》啊，没有教一个争。君子无所争啊，叫让，叫忍让，他脾气才控制得了；叫谦让，才不会傲慢无礼；叫礼让，才懂得恭敬他人。啊，一个孩子处处恭敬人呢，处处跟人结善缘；一个孩子不懂得礼貌啊，处处跟人结恶缘。哦，所以这个。忍让、谦让、礼让是非常正确的教育方法。哦，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可能一个心态，哦，对他的人生的整个成败兴衰啊，非常关键。啊，我们刚刚讲到的，人每一个缘分是自己造的。所以真明理的人呢，对自己的人生负完全的责任，他就不会去怨天尤人了。反而他懂得什么自我反省。我一个人遇到事情懂得自我反省了，他就增长经验，他可能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化悲愤为力量。但是假如一个人怨天尤人都是指责，那很可能没事都变有事，小事都搞成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句退回自甘，人怨天尤人的人容易退回自甘，自甘堕落，放纵欲望的人容易自甘堕落，包含懒散的人，没有责任感的人容易堕落，因为放纵欲望于是深渊呢，一定掉下去。那懒散的人百种弊病皆从懒生。你看一个人每天睡觉睡到晚，那个早上十点十一点才起床，然后又不去找工作，然后就在那里玩电脑啊，玩无上纸啊，结果就变成贵族啊，那个贵族叫做月光女神，叫每个月都花光光，那他是放纵欲望，他就堕落。还有一种叫白领一族，白白领父母的退休金了，自己很懒散了，没有责任感，这就是退回自甘的情况，因为他人生的态度啊是错误的。那刚刚讲到这些现象啊，大家有没有觉得，真的遇到这样的年轻人小孩容不容易处理？所以现在这个时代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事实上很多问题为什么难处理，都是已经很严重了才重视啊，所以病入膏肓才觉得很严重啊。假如能够防微杜渐，就不可能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比方说一个人很重视自己的养生，他有没有可能得癌症？不会啊。比方说
一个人很重视孩子德行的培养，他的孩子会最后会行为会脱轨吗？哦，比方父母很用心爱护这个孩子，哦，陪伴他成长，这个孩子啊，第一次说谎啊，那个眼神也不对啊，马上父母就赶快及时教育了。哦，比方说，这个孩子第一次偷钱，脸上看不看得出来？哎，你们没什么反应嘞。哦，我知道了，你们的小孩都不偷钱。马来西亚的水平比较高，那小孩那边的这个贪念都会起啊。哦，但是这个很用心的父母看到这些征兆，可能他第一次偷钱就严重处罚他，以后不止不会偷钱，看到钱都害怕。为什么？怕人家又说他拿的，因为他已经有那个前科了嘛。哎，所以说，哎呦，都很慎重，我不是我。哦，所以这个就是防微杜渐。哦，整个传统的教育啊，特别重视这个预防的教育，而不是他已经形成很不好的习惯，然后再来调整。哦，所以《礼记·学记》这一篇经文呢，当父母的人，当老师的人，一定要学最精辟的教育智慧。其中有一点就讲到：精于未发之未愈。预防法，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就强调这个教育的理念，所以很多西方谈到是他们发明的教育理论，其实在中国的经典里面都有。中国人不标榜自己，因为他觉得这些是代代圣贤人传下来的智慧，不是我的完全所有。而且这些智慧是每一个人的命德本善里面有的。哦，这个是预防。那发然后进，他已经养成坏习惯，这个是发，然后你才要禁止他的坏习惯。比方你的孩子已经迷上电脑了，你要再让他戒掉，要不要他的命？不是要他的命哦，还要父母的命哦。很多人半夜跑出去都找不到人，父母急死了。哇，那样的孩子假如不能改过来啊，真的父母都说他像琵琶骨一样啊。这叫发然后进了，你没有预防，没有先建立他正确的人生态度。啊，因为少成若天性啊，你从小把他养成好的习惯，他受用一生。啊，发然后进，则汗格不胜，就是费尽了心血都不见得能扭转的过来。哦，我们冷静看一看，我父亲那一代的人呢，很少有说自甘堕落的。可是时隔三四十年之后呢，好像我们这一代人呢，这种现象就显得比较明显。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了解到，整个中华文化靠什么撑船？靠家族撑船。一个人从生下来，他就为父母想，他就为整个家庭、整个家族的人想，他就想着呢，我要光耀门楣，我要光宗耀祖。哦，所以他的责任心就提起来。有责任心的人怎么会散漫呢？怎么会懒惰呢？他读书很积极呀，他工作很努力呀，这个在
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呢，之前都是最没有阻力的，但是真正搞清楚了，这样的人生没什么意义，哦，应该是提升自己的德行智慧，然后去利益他人，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哎，转过来了，我们就不会在欲望当中堕落了。好，那再来转，怨天尤人呢，为自我反省，啊，专找借口啊，为反求诸己。哎，人家很会找借口怨人呢，那他就好像自己堕落是很有理由的，哦，把退缩啊转成百折不挠，啊，越挫越勇。好，那从谁开始转起？从当父母的人自己转起啊，啊，因为教育最重要的是身教啊，啊，在史书当中讲到啊，以身教则聪，以言教则颂。当父母长辈的人以身作则，那个德行孩子本有的本善，他就会效法。哦，你言教者啊，只是叫孩子做，自己不做，那孩子心里不服啊。你又不孝顺爷爷奶奶，干嘛叫我们孝顺你？那可能就争吵起来了，争讼起来了。哦，那刚刚跟大家有谈到呢，啊，我们说要自求多福啊，但是人生当中啊，往往呢，我们的精神跟时光啊，耗在自我的否定当中，好像我们遇到事情呢，都容易消极思考，对自己没有信心。哦，哎，您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的举手。其实有些人很有自信，有可能是自傲，哦，所以你们没有举手，不然就掉进我的陷阱。有时候自信啊是自傲，哎，为什么呢？你去问看看他为什么自信。哦，比方说作为长辈朋友，你为什么有自信？可以讲给我分享一下吗？因为我是研究生毕业啊，所以我很有自信啊。那你假如遇到一个博士呢，那你的自信还在吗？你说因为我的眼睛很大，双眼皮啊，那你假如遇到新疆的女孩，那个眼睛更大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这个信心假如是建立在你外在的条件，那你假如遇到比你高的人，那你不就没信心了吗？所以信心不应该是建立在外在的这些比较物质上面的东西。哎，你比方说这个人说啊，我五六六的头发，我很有自信，那你再过十年白头发不就出来了吗？那你信心不就没了？所以人为什么那个信心随时都靠不住？因为他建立的基础就是错误的。所以自信建立在哪？建立在真理，真理不会变的，只要建立在某一个条件，那个条件一定会变的话，这个自信随时都靠不住。什么真理呢？人之初，性本善，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明德啊，
圣贤人都有。所以七路圣贤讲解的像颜回、颜子、孟子都讲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如是。他们是圣贤人，他们是过来人，他们坚定的表示只要肯下功夫绝对都能变成圣贤。所以弟子规要告诉我们，物之暴，物之气胜于人，胜于贤，可循之。你们相信吗？现在相信了，明天信不信？明天有一个人骂你一句话，又像没了气的气球，是不是消了气的气球了？所以我们的心情就这样七上八下，没有信心。今天有人称赞你，你就很高兴了；有人否定你，你就难过的半死了。所以不是外面的人事物在影响我们，是我们内心啊本身就没有建立真正不变的信心。大家看得出来，我以前很没有信心吧？你看我身材这么苗条，跟人家比又比不过。包含我那时候念初中的时候，身高还不到160公分。男孩子我很怕不够高，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妈妈挺烦的，因为我常常站在我妈妈旁边，妈，我这样下来怎么办？怎么办？我妈妈152公分，所以我在那里给我妈妈唠叨，这个是我的不孝，我要忏悔啊。那时候也不懂，所以你看，成绩呀、外在种种条件呐、都没有比人家好，所以我挺没有信心的，所以常常问别人，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人家说你要听真的还是假的？你要听真的，心脏要有力量才行啊！我还去做那个心理测验呢、外国有一些心理测验啊，比方说你得40分，他就说你的个性很像老虎型的啊；你得50分，他说你的个性很像无尾熊啊，还有孔雀啊这些。我们当时做完时，这个心理测验跑去跟人家讲，我很像无尾熊，他没有信心还得做心理测验，而且做出来的结果是跟畜生很像，然后还高兴半天，你看可不可悲？所以炎黄子孙啊，活到这个份上啊，太对不起祖宗了。祖宗是告诉你胜于贤可循之啊，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如是。我们现在居然没信心到这个程度，那我是没信心的人哦。可是我有一点对我人生的帮助很大，就是我相信了祖宗不会骗人，圣贤不会骗人，一般有涵养的人就不愿意骗人了，更何况是圣贤人。所以他们讲的话呢，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所以当我打开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打开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我有，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会没信心了。所以你建立在真理啊，你就不会没信心了，不自卑啊。你们在我的脸上还可以看到自卑的神情吗？但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过不叫醒来见啊。我是成年以后才学啊，我也染上一些坏习惯啊，我要赶紧去把它改掉啊。贪嗔痴慢
习性啊，我怎么可能去傲慢呢？哦，所以一句经文入了心呢、啊，自己的心态非常健康。人之初性本善，不自卑了。果不教性乃迁，不自傲了，不卑不亢啊，处事啊平和啊，相信自己呢，又相信。作为长辈，作为朋友，你们的信心建立好了没有？从此不变了没有？不然，我们的人生依然要耗在消极思考、自我沮丧的时间了，不知道有多少。我感觉对人生杀伤力最大的就是怀疑自己。相信自己的有明德有本善，自然而然你在这个真理之下，你不只相信了自己，你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信任。所以朋友，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遇过一个人，你的亲戚朋友对你自始至终都是100%的信任？你有没有遇过？你们陷入人生的沉思当中，哇，应该是有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你光想到他，你的力量就出来了。哦，所以一个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本善，都会真善贤的人，他光是那个眼神的信任，就积了很多的阴德。你们有没有听过？光是看人家可以积功德的，啊，你们不是要积功德吗？一个人常常啊，脸上都是笑容，笑脸迎人，有没有积功德？有啊，哦，叫面上无尘，供养具啊，脸上没有杀气。一个人常常给人笑脸，可以积功累德；常常眼神都给人信心，有没有积功累德？学传统文化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个叫善学。你们这么无辜的看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啊，有听懂你们反应一下好吗？阿斗可能是我，我叫做自暴自弃了，我就变阿斗了，我
不可以这样。所以他不是自私的学习，不是记一堆东西，然后跟自己的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强调无相的，能干我，可以啊，有恩切，从一个体悟当中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哇，就用在一切处了。你比方说恭敬自己的父母，你体会到，不是应该恭敬自己的父母，应该是祝福如是福，是祝兄如是兄。而动物也有伦理，动物也有父母，我们假如伤了他的父母，他的孩子是最痛苦的。那的亲情和人民，人民和爱物，因为爱一切的生命，不会去伤害这个爱敬。从对人到对一切的生命，那这个不是整个心性呢就不断提升，所以传统文化不是学知识，不是去记一个标准答案，它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心性的智慧跟仁德，这个才是学对的。好，那我们刚刚谈到自己建立啊，坚定不移的信心是建立在真理，唯有我们真正有这样的体悟了，我们的孩子才能把信心建立在真理上。一个父母非常忧郁消极的，他的下一代会更厉害，上行下效果。所以我们刚刚说以身教者出，首先我们要真的有信心，再来要怎么样呢？有责任，有使命感。那你的孩子就是有责任跟使命感的人生态度吗？好，首先对谁有责任？对自己，有自爱才懂得爱人。那一个人对自己有责任，表现在哪？不蹉跎自己的生命，不蹉跎自己的光阴，是吧？这是有负责任的态度啊。而且这个身体是父母生给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不能毁伤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借父母这个身体要利益人民，回报父母的恩，要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个都是责任的体现啊。好，一个人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灵性，那是对自己很不负责任哦，就变质感。那由于对自己负责任，进而呢对家族负责任。我们看清朝的戏剧，大家有没有看过？诸位爸爸妈妈，你们非常难得。你们都不怎么看电视，但是好的戏剧啊，可以选择看，比方说韩剧哦，这个《医道》拍得非常好，像清朝有《康熙帝国》，你是康熙皇帝啊，在位61年，他一生呢经历过非常多的磨难。那个真的都是九死一生的，可是他扛过来了，凭什么？凭他念念想着不能对不起他的先祖，不能对不起他的奶奶孝庄皇后对他的恩德。所以你看，一个人，我就是要让我的家庭家族兴旺起来，
假如我们觉得陌生，你对社会还有什么责任感？大家想想，我们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的下一代怎么会有？所以现在下一代大学毕业出来，你问他，你大学毕业了，你最想做什么？赶紧赚到100万，然后到国外去旅游，还是他说我终于毕业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孝养父母，我可以回馈社会，这个才是培养出人才哦。好，所以对社会的责任，比方我现在在教育界，我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以前常常去上课的时候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那这是我老师的责任啊。那看到现在人性堕落的这么快，那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那这是不是在我这个行业的责任心，我的天命是什么？使命是什么？真心是道啊！每一个行业现在都一直在堕落呢，因为道德沦丧啊。所以，假如你的孩子，包含你自身是医生，你的责任是什么？真心医道，为医者的精神，慈悲为怀啊，而不是想去赚钱啊。因为每一个行业，假如道德没有复兴起来啊，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呢，是吧？那我们在哪一个行业就有这个责任哦？请问大家，你现在买一包东西以前，你会先做什么动作？这一包东西哦，是哪里生产的？哦，还有某某地方曾经有黑心食品，你还敢买吗？对呀，那那个卖黑心食品的，不就把他那个行业统统给？那他是很没有责任感的哦。所以弟子规有一句话叫德有善以勤修，一个人无德啊，侮辱了谁？侮辱了自己，侮辱了家庭，都没有责任感了，侮辱了那个行业哦，还有侮辱了自己的国家跟民族哦。所以这个有责任感的人呢，绝对不会啊，推诿自干啊，他绝对可以振兴家道，他也可以振兴民族啊。在我们马来西亚啊，好多老者他们做到了对民族文化的责任，他们尽到了，可谓啊鞠躬尽瘁。像林连玉老先生，像沈慕玉老先生，那他们是对于整个民族文化的责任感。我曾经看到一个墨报啊，也印象非常深刻啊，江河若断流，这个意思啊，不是只有江河而已，是什么呢？整个大自然破坏到没有办法居住了，延伸到这个意思。我说江河若断流啊，我辈何以对子孙？我们怎么去面对后代子孙呢？后代子孙说，你们留给我的是什么样的空气？是什么样的土壤？是什么样的水？是什么样的阳
非常有责任感，他就要推展有机农业。我告诉大家哦，在这个时代哦，你正在要为整个国家民主社会做出贡献哦。你得要穷一生的力量哦。为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外在环境的破坏跟人性的破坏啊，它依旧是100多年传统文化的丧失。所以你现在要力挽狂澜，它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达到。所以现在要做好事啊，得要有长远性，得要有恒心。人生自古虽无死，留取丹心。哦，你们终于有反应了，哎，让我今天回去比较睡得着觉。所以我现在是在跟大家建立心理建设。你说我那事情都这么难做，告诉大家难做啊，恭喜你，有难做还恭喜我，难做才能证明我们是不是真心嘛。然后难做越难，功德越大嘛。所以天底下没有吃亏的事。比方说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哥哥那个姐姐付出最多，牺牲最多，甚至念到初中为了让弟弟妹妹读书自己去工作，一般的人看眼睛说吃亏了，但是这样的哥哥跟姐姐祸福无穷。所以老天也是公平的，不会有吃亏的啊。所以老祖宗才留一句话告诉我们，吃亏是福啊。啊，大家敢生了吃了多少苦，可是你看呢，他为民族文化传承贡献这么多，他的后代很兴旺哎。啊，所以孔老夫子啊，难行人行，他积的福报很大，庇荫他后代子孙2500多年，哎，2564年，今年孔子的诞辰。所以告诉大家，现在虽然很难，恭喜大家，你建功立为立业，恩泽百代的机会来了。你们想不想你的家族几千年不衰？你们好像不太愿意呢，这样我也不能勉强你们呢。人要有志气，你才有动力，你要责任感。人生短短数十寒暑，很快就过去了，不能白白来这个世间一遭，要做出贡献。所以我们认识那个官员，他非常憨厚，他真的要推展这个传统的有机农业，不然人类以后没地可以种啊，没东西可以吃啊。现在吃的东西荷尔蒙抗生素农药一大堆，癌症的人那个不是偶然的，那是必然的，病从口入嘛。讲话不可以太激动啊，连做都做不稳。结果啊，他真的去做了以后啊，他本来想说呢，土壤污染一做下去呢，不是土壤污染而已，水污染要灌溉呀，啊，空气也污染，你整个空气整个植物的光合作用啊，它这个植物才能有营养健康啊，包含阳光，包含整个气温啊，都出问题了。哦，所以真正
阶梯嘛，一棒传一棒哦。所以我马来西亚的华人都会唱一首歌啊，叫传灯啊。你们又没反应了。现在有一个怀疑，到底你们是马来西亚人还是我是马来西亚人？好像我比你们还要清楚一些事情。我所以刚刚跟大家讲，江河若断流，这个生意就是我们到底要留什么环境，留什么思想观念给我们的下一代，才是有责任的父母。所以江河若断流，我辈何以对子孙？文化若失传，五千年文化断在我们这一代，我辈何以见祖宗啊？我自己就没颜面去见列祖列宗了，我就变成不孝子孙了。哦，所以这个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要有责任感。啊，我们孝法是。我是非常有福气啊，这个也是祖先给我的福气。我刚好有推展传统文化，能有这个机会啊，去见到圣老。所以当时候给我们终身的一种深远的影响。弟子规讲，人情人无限好，真的，你去见到这么有智慧跟人。长者，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他的整个笑容，他的整个动作，哎，太深刻了。我们去见三老啊，他马上就亲自弹风琴了，因为我们唱了一首抗日爱国歌曲，啊，那种爱国的精神啊，感染了我们。哦，那看到我。这些年轻人，我算是他孙子辈的，那就期许我们，说当老师的是最没有前途的行业。你们不要听错了啊，我来写一下，但是却是最重要的行业，因为老师的责任要把文化教育传承下去，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人没有了文化的涵养，追名逐利啊，就变行尸走肉了。哦，所以这个责任很重大，要把文化传下去。哎，好。哦，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可能比孔子那个时代承传文化还难。所以我们积的功德啊，不亚于孔夫子哦。所以大家好好发愿努力，包含你的孩子，就发培养他成为当时的孔子、孟子，你的家族啊，一定会留名青史。哦，那我请问大家，现在这个时间呢，要把中华文化复兴起来，要几个孔子，要几个孟子，几个老子，大家有没有想过？不管有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自己。哦，我比错了，自己，就是自己，还有自己的孩子。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而且，汉学院建在哪里？叫马来西亚。你们开悟了没有？这个就代表老天给了马来西亚的华人这样的天命啊！所以说马来西亚汉学院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呢。我看大家还没有五十岁啊，你们要赶紧知天命啊！因为70年代他们李教授就讲到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孔
这样的自我的责任期许，接着还要寻找好的环境来培养自己，是吧？对呀，因为我们还没成圣贤呢，所以梦要三千呢，要有好环境呢，啊，静坐。情人无相好，得日见。